器械对练26套，共计有58个套路。 力拳的特点是内外结合，形外实内，刚柔相济，内外兼修。它具有长拳、太极、形意、八卦、罗汉、阴爪、擒拿等拳种的特长综合而成的一个拳种。功力拳谱上讲，手见手不能走，分筋错骨在里头。 周身相随，人难进，引进落空不丢顶，身似弓身，手似利箭，蓄力拉弓，发力射箭，看正是邪，看邪是正，起横落顺，直进斜用。这是55岁的赵云武在表演功力拳。